悉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北京青年周刊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陈晓，希望你们能够关注我的最新电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关注红人榜公众号。睡在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我感觉可能早就应该拍这样一部电影了吧，然后我也觉得时间恰恰好，正是因为可能之前拍了那么多是古装的戏，然后一直有一份对于大学的情怀，甚至对于中学同学的一种想念的情怀在里头，正好借着这么一部电影可以释放出来自己。其实在学生时代也有了，但是当时不是像现在这样就是说追星那么狂热或者怎么样，当时主要就是喜欢看某个人的作品啊多一点，这样就是没有说去疯狂的追求某个人。自己的青春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奋斗、努力、热血、正能量。